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消防车。看一看，咱们好像有地方有火警，咱们要出去啊救援。但是咱们这个车好像是个拖车，是吧？好，咱们出发。啊，咱们得看一看，不能刮到墙上，是吧？咱们得把这个斗子，咱们得把它装上去。哦，咱们得对准，对好喽。嘟，好，这个颜色已经变绿了。好，咱们要把这个斗子给拖上去。这里有个液压开关的，咱们这个东西不能急，是吧？得慢慢来。看看咱们这个货箱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啊，这个我还真不清楚。哦，好像是沙袋，是吧？这个是特殊的东西上着火了，然后咱们又用沙袋去灭火的。好，咱们已经把这个火箱啊给勾住了，是吧？然后咱们直接把它拉上来。哇，这个是不是非常先进？太先进了。喜欢咱们的小伙伴可以给咱们点个赞，或者点击一下订阅，订阅看片不迷路，是不是？好，咱们把它往前面得挪一点。好像挪不动，挪不了，咱们就直接把它拖上来看一看。好像有点卡住似的，这是哪里操作错了吗？是吧？哦，终于来了，终于来了，上来了。哇，帅不帅气？哇，这个东西真是个全自动的，是吧？太帅气了。 OK， 咱们的消防卡车咱们已经把它给装好了，咱们得检验一下，检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地方没弄好，是吧？好，完美。好，咱们开始出动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咱们这一期视频的话就给大家带到这里。喜欢咱们的小伙伴记得点击订阅哦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